多年传统的早餐有十多年历史，而且是在这种小街上。竟然不屑打了196块，不屑不屑不屑。啊，巴杜巴哈莫。傻小，什么叫关键啊？又又。好，天马道场。天马道场。OK， 就是打个卡而已，就纯粹打个卡。场后面是座大山。嗨。这场都在流沙了。你第一次体验泰国的按摩，你觉得如何？嗯，我们现在是到这个莫高，莫高莫高，是传说中古来的，很早的一个很传统的早餐是吧？对对，也应该有十多年历史。传统的早餐有十多年历史，而且是在这种小街上。它5:19，对，人就是这么多，这么多人。哇，好快哦！我们应该叫不到一个，不到一个两分钟。OK。现在我们刚吃完的，看这个，我们刚吃完了，我们就要去，打个油，然后前往巴都巴哈，对，然后我们要去爬第一个山，叫做什么山来着？我忘了那个名字。OK， 丹中什么丹中什么什么尼泊 ？OK， fine， 就 Let's go。这是我们在什么里面买好了的东西，等下准备去爬山喽。打个油 ，OK， 他锁不住啊！完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196块，看到吗？依然不屑打了196块，不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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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一个住家区里面，这边全部都是住家的，然后看一下镜头啊 ，OK， 来关镜头，关镜头，傻笑，什么叫关镜头啊？
是要出游玩吗？我们刚刚爬完什么山？湖丹里布索嘎，对，湖丹里布索嘎在这个巴图这边的。然后可惜的是我们找不到瀑布，而且我们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天马道场。天马道场 OK， 就是打个卡而已，就纯粹打个卡真的是纯粹打个卡而已，我们不知道那边有什么，装个笔。OK， 所以我现在马上去呗。我们到这里了，这个是天马道场，其实它是还在建设里面啊，可是我觉得它以后应该会收费，如果你要来的话提早来。所以它很壮观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壮观，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子。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到我的影片中呀。Yes，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，富碗点心 ，OK， 富碗点心，然后看拿三张小小的纸吧。你好，在那边。Hello， 还有一个人在，其实我们还叫来一个人。本身。OK， 给我一个大绿条。绿条，小绿。一盘，他早就醒了，他应该很早就醒了咯。等一下，那个阿 Ken 跟我讲，哎，詹志跟我讲，你们来。詹志很早就醒啊。打个招呼。嗨。你叫了。流沙了，是流沙了，是真的是流沙了，哇！流来啊！这个才是。我们来这家，我们来脚底按摩。第一次脚部按摩，然后我们准备，等下就要回酒店了，去脚印。可以啊。爽 ，yes，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按摩脚，可是很难，也不太能接受人家乱乱摸我脚。刚才那个体验如何？讲真，我觉得。对，是你第一次体验泰国的按摩，你觉得如何？什么印象？我以为会很不舒服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讲明，我们是脚底按摩而已，然后还有一点，一点背部，然后颈部，还有背部的那个腰部也有一点点，腰部一点点，对。我以为会很痛那种，还是
就是不舒服啊，等下按了会整身痛啊。没有哎，我就觉得很舒服，就按到给我感觉像，因为我体验过泰国的，可是我没有完全体验过脚的那样的，就。这个脚的感觉就是，它比较专注于脚。如果你喜欢单单脚而已的话，你就做脚了。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可是我最喜欢就是它在那个我们的颈部啊、背部啊，还有腰部那一个部分，就是那种咔咔咔提升的啊，那个很舒服，那个真的很舒服。我们到我们的酒店了，要看这样子，其实还是三星级酒店，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它的房间。哎，一起看。OK。哎，还放新歌了吗 ？OK， 放关了。行不行？卡嘞，差没有？很好的问题。没有差。哎，差。听。哎啊，这是很便宜的酒店，可是原本是三个人，为什么他会给新歌到啊？放。不要点，我们三个连起。这边连起来。漂亮啊。OK， 我觉得还蛮 OK 啦，反正便宜的酒店，好像100没不到，哎，100出一点，出一点，随便啦，我睡觉吧。